哎、欸，等一下还要叠其他东西吧？对，对不对？待会还要叠其他东西，我要怎么叠比较好？等一下。灯下面那一个也是，哦哦，还是就放它就好了。对，那个放那边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。如果比较危险，我就放前面。这个是比较多电器留在这里。好，那应该是还好。那好，熊。